晚安。晚安。谢谢啾啾你哦，谢谢法兰森的啾啾你哦，谢谢吉米周的啾啾你哦，晚上好，谢谢十一的戳戳你。谢谢七月的啾啾你哦，谢谢文森的戳戳你，谢谢科技鱼的啾啾你哦，怎么是戳戳你？谢十一的爱的熊抱，为什么他的字是反的？晚安。晚安安。他的特效怎么了？他给我两次特效。晚安，今天有淋到雨吗？今天没有，今天出门就是毛毛雨，特效坏掉，特效坏掉了。晚安，对这个过敏，开直播就会过敏。在哪里播不重要。衣服吗？这个吗？这是吗？好像是吗？好像不是，是另外一件，是另外一件那个有领子的那个菜式。开直播才开始，对，开直播才开始。来去忙，加油，拜拜。谢缘分相遇，谢谢掌声鼓励，谢谢掌声鼓励，晚安。什么角度？新的角度啊！最近大家都想要熊熊，什么熊？这个这里也是熊。有人的声音，你听到谁的声音？抱歉哦，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人哦。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你听到的话就是鬼月差不多要开了吗？还没有吧，还很早哎。不要再乱猜了，没什么好猜。清明才刚过，可能忘记回家。雨声，有背景声，是椅子吧？你也有听到，那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他有讲话吗？他讲了什么话？水管声。如果你说是叽叽叽的声音，可能是我的椅子。我的椅子有点吵，有点吵。晚上好哟哟哟哟，空班哇奥奖。我的椅子，哦，如果你是说这个声音的话，是我的椅子。你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其实
声音是我弄出来的。真的，现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我是膝盖的声音就还好，如果是膝盖的声音，可能有点太大声。Hello。不是有靠背的椅子，看来无法躺着悠闲播。没事啦，偶尔不同地方播。谢谢小汪车一的啾啾你哦。谢谢吉米粥的啾啾你哦，今天的特效很不听话。居然被给出史努比拖鞋，真的吗？是夏天的吗？还是又是冬天的那种毛毛的？旁边有点过于安静，因为今天又有礼物是半价。什么礼物是半价？今天是什么？什么礼物是半价？谢谢好人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带你去流浪，升级的，谢谢咖咪的带你去流浪，带你去流浪，就是你是原价，就是你跟带你去流浪哪个比较便宜啊？带你去流浪比较便宜。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礼物图片上面有写告白气球是什么意思？这我就不知道，肯定要问那个浪 Live 专门。谢谢法兰森的香槟。在外流浪会沉落汤鸡，没有 BGM， 我可以放啊，只是我懒得找。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好久没看到这边，觉得好新鲜。今天在哪？在哪不重要。今天怎么是正面？偶尔换一下新的地方播也蛮不错的吧。谢谢吉米粥的梦幻烟火，可能是香槟等于告白气球的价格。震惊，在哪直播？在哪直播不重要，大家很好奇，有什么好好奇的？在哪都可以。刚刚还有什么？没开灯。刚什么梦幻烟火？谢谢吉米桌的梦幻烟火。累累病发作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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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不重要，有开比较重要。对，有开就很好了。再来播不重要。今天 out of party 要播的林一会看啊，真的、哦，今天开始播那个选秀是吗？那也太早开了吧，太早开不是七点吗？有小葵。晚上好忧郁。谢谢闪光星星难得的安静。没有键盘，没有键盘声，周围的很安静。给我选会跟吗？不知道哎、欸，等第一集出来就知道了吧。好像需要一些音乐耶，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聊？是不是觉得很无聊？谢谢星河念河吗？谢谢红玫瑰。
你是不是为无聊？你们是不是为无聊？平常用的定型衣是那个花王，那个什么 cape 紫色的。谢十一的带你去流浪，这个问题被反问，是不会啦，你怎么听起来很勉强？谢谢闪光星星，空邦哇，空邦哇，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看最近这个又长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痘痘？手牵手公演节拍的好看吗？问号，我觉得这个还行啊。今天没有电脑加持，撑得下去吗？要靠大家撑不撑得下去。是无香还是微香？我喜欢无香的，但是我现在在用的那一款是有香的，因为我买错了。你会有手肘，就是它会一颗一颗啊，这边好像看不太到，但是有这种小小的一颗一颗。我有去看过那个皮肤科，但是我懒得擦药，所以好像一直没有好。撑不下去，还有之前问答，之前问答我没有看到哎、欸，有点红肿，这一颗好大颗哦，我会一直直接去搓它，感觉会长什么也蛮正常。我就觉得这边可以没有疤的人很厉害，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懒得擦，这是我去看的，然后他就说可以擦的。擦手肘。上次不是说都不想讲水条沟，是想说哪天再用再说，但是我现在没办法看，没有发言就好，没有发言就好。对啊，下个月公演有两天呢、欸，啊不了，有两场，三天。谢谢 River 的小号角，擦手的药很容易磨掉吧？很容易磨掉也是，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擦。晚上好，晚上好。谢谢香雨又要抢票，怎么五跟日？谢谢坤坤的彩虹糖。每个月紧张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参加哪场比较好？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不知道耶，还是像 P 组连着会比较好？我觉得分开比较好，可以休息一天。依琳很好奇，为什么林一公演跳完后还是晚妆？我吗？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多人都跳完就维持的蛮好的。我觉得是因为他刚开始就是第一场嘛，他是第一场，就是跳这么多首歌，所以应该还不知道那个嘛公演的妆要怎么化。现在位置跟之前一样紧，偶尔可以换个角度，怕大家看腻。同一天跳可以只出门一天的说，但他们也不是同一天跳啊，他们是六跟日不是吗？也是分两天。需要各种胶粘头发，我的妆比较特例吧，很多人都流很多汗啊，看大家都那个吧。我只是汗干的比较快而已。因为还是我要提倡那个不喝水就不会有汗的，不要有水分就不会流汗，请大家都不要喝水。提倡邪教，不然的话其实正常都会流汗啊，正常大家都会流汗。就是那个吧，底妆还有什么？就是底妆，
比较不容易流汗。我真的是，我觉得是我有意识的在克制我自己，不要流汗，就是叫自己不要流汗这样子，就是能不流就是不流。洗脑，这叫洗脑，洗脑是，洗脑自己不热，洗脑自己现在冷静，就是冷静，冷静下来就不会觉得很热。不喝水。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底妆吧，底妆也很重要。我其实不太会画底妆，所以我的底妆就是看运气，今天可能好，今天可能坏，今天可能就是会脱妆，今天可能就很贴这样子。我没有一天是有保证它是好的，就是看运气，就可能我可能今天觉得画的蛮好，但其实它就是会脱妆这样子。原来底妆还有吃运气，我就说我其实没有很会化妆，其他就是底妆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什么在保养，我是一个没在保养的，所以对那个什么妆前保养没有在研究。我觉得唯一就是比较影响的就是那个吧，眼线跟眼睫毛膏，有的人眼睫毛膏很容易晕开，跟那个眼线也会晕开。我就跟那个艺琳讲说，那个眼睛艺琳讲说，就是他好像用眼线胶笔，就说用眼线液的话会比较那个比较防水。不要防水。猫猫忽有庞然大物，对呀、什么东西过去了？大摇大摆的路过，它可能喜欢那个镜子，喜欢经过。谢谢。对。山顶超惨，只能从头缝中间看公园。那你前面那个人是坐多高啊？都坐比人家高了，应该要看得到。因为想吸猫吗？看状况，因为吸猫的话，有的猫掉毛比较严重，会过敏。可能前面是老沙，那就真的没救了。N 牌视野没有想象中的好。N 牌在哪里？N 牌是什么？中间吗？公演最怕前面有巨人，有巨人也没办法。你觉得他的上半身有200公分？上半身有200公分。不然有些成员直播都会抓猫过来，我妈，因为我不太会去勉强猫做她不想做的事。我在想，她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很乐意被抓起来。NG 是中区最后一排。女性洗零一推荐吗？虽然不知道好不好买。女性洗哦，女性洗，我看看大家，就是想不想。就是跟附近都是女生的人做，我的话应该就是先申请吧，啊没有就算这样子。金曜夜公演でレイジと会えるの楽しみですね。2回あります。主播晚上好。女性洗好处是保证在前半。就是有抽到就。也蛮好的吧。晚安。下一次公演要绑什么头发？我其实没有什么头绪，因为有时候很多东西没有办法绑。而且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头发到底要不要再留长，还是稍微剪短一点？就是现在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很尴尬的地方。还是我去打包啊，可是我现在又很犹豫要不要打包。
就是这边有女生吗？现在这里有女生吗？很多发型不行，因为要戴帽子，而且那个帽子就也蛮大。今天当然会想剪到那，这样子吧，这样子剪到这里，这样会太短吗？胸上，所以我每次剪都是剪到胸上。但是因为我每次都很想打包，但是我每次打包完我就会很后悔，就是因为打包完就是它不是有的会从这边剪吗？这边剪，这边剪，然后就会有几根短的这样插出来，就会觉得很麻烦，就会觉得很难照顾。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太重了，太重了。太多，看起来很多，我的头发看起来很多，比较难整理。就是有层次跟打包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我就觉得好像很多，看起来很多，就不像有的人头发看起来很少，就是我觉得它很多很多的感觉。打包不一定有层次，对吧？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是被打层次，然后我就很讨厌，就是我就要等它长回来，但是就要长很久，就要长很久。就是我想要剪掉，想要把下面修少一点，就是这个很多哎，这看起来很多哎，想要把下面。修小少一点，打包是整体砍掉一部分，分段剪层次哦，就是不知道哎，而且我就很怕去给人家剪，然后他就是会乱来乱来，感觉有的设计师都会乱来，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然后我就帮你剪了这样子。那就好咯。建议头发打包，你的头发被打坏，你的头发被打坏。网络是不是不太好？画面有点模糊。真的吗？我现在姑且 WiFi 是四格。就是你跟他讲好不会乱来吧？哦，网络不稳呢，他写网络还是我手机最近。我手机最近有点容易过热，为什么？擅自把你的鬓角刮掉，和你头发和胡子连不起来。天气变热了，所以是网路不稳，所以是太热吗？要开冷气了吗？其实我不知道它现在这个是有开，好像是有开耶。有些打包会剪里面的头发，外面就不动。对啊，但因为我很久没有打包，我很久没有去剪头发，我已经忘记怎么样那个剪头发。用低速低画质模式，什么叫做低速低画质模式？你说我可以改什么？我可以设定吗？应该换手机了。你说我应该换手机吗？你不能动，它自动降速的，为了省。可是它现在没有哎，它还在抖起。啊，要换的话就要14吗？因为我现在就是在犹豫，到底要换。要换的话要换什么？卡，4G 更卡，真的吗？我现在就是4G，反正就它卡我就换。好像顺，谢谢会员票，画质回来了，要不要等15吗？可是有需要买到这么好吗？很贵，花不下去。很贵，感觉就是新出来的，
一出新的就买最新的，就感觉好像很有钱一样。九月十五，那要等到九月，太久了吧？我如果一直切换，等一下聊天室卡住。我想要买最新的，对吧？不需要买最新。嗯。新的拍照比较漂亮，有是吗？就是比较贵啊，考虑看看三星的，可是我不想要换系统哎，我会就是觉得很麻烦。九月很快的感觉，把钱拿去买衣服，现在手机一直比一直贵，嗯。不是妈妈出钱吗？他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他的钱。嗯，三星真的爱爆。嗯，自由的，我觉得在 TP 不用 iPhone 就是很麻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传东西都是用 AirDrop， 然后没有 AirDrop 的人就会被排挤。这是唯一的那个必备。Shura 很需要欸， Shura 真的很需要，老师就会说 Shura， 然后大家就会说好好好，然后谁的账号就会有人就会说我没有。嗯，现在只剩一家了，好像是吧，其实好像前几天哦，他就说有人可以传给我吗？嗯，对，很多时候比如说练习完的影片也是用抓的，拍完照片也是用抓的，嗯，然后可能要传什么站位表啊、歌词啊、影片全部都是用 AirDrop， 所以要么就是用传在 LINE 上面，但是画质就会比较差。那一家怎么办，就是要有人额外去传给他。嗯，既然是工作区啊，虽然贵还是要花下去，我就觉得就是蛮方便的一件事，就是那个 AirDrop 是蛮方便的，大家都不要传云端，但是现在是没有人没事会传云端的，就是因为还要等它上传就很久。嗯，苹果换安卓刚开始很难用，如果有人记忆体不够怎么办？那就是没办法，他就是没有办法收到这样子，收不到。嗯，云端没有 WiFi 真的是要传老半天，而且重点是我们就是公司的舞蹈教室那边 WiFi 超差，4G 也超差，就是所有东西都超差，什么东西都跑得超慢，有时候就是想要放个音档。然后云端的在那边跑半天，跳到一半，然后就会没有音乐，这样子跑不动，这样子会很生气。嗯，只有我没有记忆体满的问题，是吗？说不定大家那个容量都买超大，然后就是不会有问题。真的 AirDrop 对啊。还是这么看，那只能用 AirDrop， 就是其实最方便的就是那个 AirDrop， 其他我都觉得好像还好，其他就是没差。其他我就觉得不一定要 iPhone 也可以，但是就是那个 AirDrop 很方便，直接买一 T 容量。嗯，所以升写真都看完了吗？看完了吧，因为我会删照片，他们不会。嗯，对啊，我其实觉得128就蛮能用，可是有时候就是 iPhone 的阴谋，我相簿现在剩几张，应该250到300，就是加上那个隐藏起来的应该也不会超过400-500。跟平板不会互传吗？我不会，我的平板完全没有在收我的照片。我的平板没有人在用，
10W， 你说一万吗？还是十万？十万会不会太多？一万？十万？离家里太多了吧？十万是要拿来干嘛？就是有需要吗？现在有桌机，不然就照片丢那电脑。啊，我现在还是没有习惯把照片存起来的那个习惯。我就算就连最近我都懒得上传 LINE 的项目。我现在就是拍完就删掉，拍完就删掉，没发就算了，这样。反正也不会看拍的 Reels， 也不会发。就舍不得删吧，跟我是两个极端。舍不得删，会舍不得删吗？重点是发过的就可以删吧，发过的还舍不得删，我就不懂了。就是他明明就是在外面有留下那个他的档案。你如果是说这整组都没有发过，你觉得很浪费就算，但是这整组就已经发过了几张，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浪费。会典藏，他才发现有好几个 reels 拍了没发。我的话基本上我拍了就会发，除非真的我觉得没有拍得很好，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间点发而已。大家是同样的连拍都留下来了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100张照片，也可能有30张都是差不多的动作，差不多的脸，然后剩下的20张就可能是崩照，就其实删一删就可以，很快就会少一半，至少会少一半。Reels还是黑发菜啊，太久以前了。我觉得就是手机的相簿的量越来越多的话，就越容易漏掉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传东西的时候要找就会很难那个。我是会按着脸拍，我不会按着脸拍，我拍照都用就是直接用有滤镜的直接拍，所以没有连拍这个功能。但有时候可能请别人拍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就想说用原相机给人家拍。然后因为有的人每个人拍照的就是拍照的方式不一定，就是有的人会狂按，有的人会姑且等你换好动作再按相机这样子。那有的人是他不管你换了没，他就是一直按，就是那种就很麻烦，就要删很多照片。不用原相机，我基本上不用原相机，除非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滤镜选不出来一个好的时候，我就会先用原相机拍。那以外的话，我会先测试一下，就这个光用这个滤镜 O 不 OK？ 如果 OK， 我就直接用那个滤镜拍。这样子我修图就少了一个上滤镜的工程。狂按着你在自己想，我是会稍微等他，好像他有停的时候按这样子。回头看就懒得删。所以每次别人拍完之后，我就会立马打开我的相簿，立马开始删。先把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崩照先删掉，然后再来就是把相同的动作择一删掉这样子。就比如说有三张都是耶，然后是这种微妙的差的时候，我就会择一，就觉得那好像近一点的比较好，我就会选近的那个，然后后面那个比较微妙的这种晃过去的就会删掉。要修图，对啊，工作也要留，生日可以发。择一超困难的吧，我都会这样滑，就是那种微妙的滑，然后这样算了就随便选一张，其实好像有时候也没有差太多。表情优先还是动作优先？表情优先吧，因为表情崩不崩是第
第一个可以马上看出来的东西。就你眼睛在微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删掉，你管你动作摆得再好看就是可以直接删掉，那个又救不回来，就是脸崩了就是救不回来，所以当然是先从脸开始看，就是看起来哪里怪怪的或是这样笑一半的那种就可以先删掉。嗯，眼睛怎么样？对啊，那种差一点点的差距真的很难学。其实我像昨天发的那个文也是今天发的，今天发的吗？昨天发的，今天发的，就是那个深写真的文也是我第一张。其实我裁了很多个角度，就是裁了很多个角度，然后就一直在想到底要发哪一张，然后就一直在这样来回看，然后一直来回看，想说其实应该是这张照片我弄了大概四次吧，就是这样稍微转正跟斜的但是有点放大，跟正的原本的那个大小跟正的但是有点放大，就是我存了大概四个然后选了很久。但我其实很少选这么久，基本上拍的当下我就觉得这张照片好，我才会用这张照片。但有时候因为要加白框，所以那整个整体看起来会怪怪的时候，我才会去踩它。直接选一个葱。就有时候我觉得这张照片单看是这样，这个角度就 OK， 但是加了白框之后就会觉得整个比例好像不太对的时候，我就会踩一下然后再回去看一下那个加了白框后的那个感觉。上了 IG 之后又改观。我的白框也坚持好久了，很多人都变了。我不是之前有烦恼吗？就是那个白框到底要不要弄掉那件事情。但我后来就是发了，我后来就不然豁然开朗。现在是放弃白框了吗？还是那天之后会点藏？你说 Reels 那个吗？我都会把 Reels 那个，它不是会出现在个人页面吗？我都会等它放一阵子之后，我再把它点藏。因为我发现好像放在个人页面的话大概会比较容易滑到嘛，还是大家比较容易发现我有发 Reels， 所以我会先放在那里一阵子之后再点藏。你连白框本身不一样大小都在烦恼，我那时候就烦恼很久，然后就一直懒得用，懒得修图，因为就很麻烦，我就是卡在那个地方。Reels 不放在主页的原因是这个，对，因为 Reels 没有白框啊，所以我 Reels 不会放在主页，所以有时候那个他最近不是有那个什么共同什么合作协助什么的那个功能，就是我发现。如果要跟别人用那个功能的话，我个人页面不能点藏，所以我就没有跟别人有用那个东西。以前都是我发限动才发现你有放 Reels， 对，所以我后来就是至少啦，我至少会放两三天，就是等他那个什么触及大概有一万的时候。触及有到一万之后，我就会觉得可以删掉。怎么会知道有试过？没有试过，我只是觉得好像，反正先放在那里也不会怎样，就是，但是我不喜欢它夹在我的文章中间，就是我不喜欢它夹在文章中间，所以我才在发完深写真后才发 Reels， 不然的话我其实 Reels 应该是先弄好的，然后我先弄好了一个草稿，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什么时候要上传，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半夜吧，然后就想说
可是我不想要它卡在那个文章的后面，所以我就先发了生写真的，然后再发那个 Reels， 就让它在第一个比较没有混进去那个文章里面。我可以先定选，然后凑三篇在一起点唱，凑三篇在一起点唱，从网格拿掉就好，就是从个人页面那边拿掉就好，就删掉之后，就它还是会留在 Reels， 通知都会隔好几天，不在个人页面的话不会出现在河道，是这样子哦。但我有时候就是，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应该不会超过10000，因为我就有时候发它不就是会卡在比如说7000、8000这样子，但是有的都会至少有10000，我就很希望它就是至少要10000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发的时候就会在想，感觉很难这样子，就会觉得这个感觉很难破10000的。发文会选时间发，不太会。你可以选择不要在个人页面，但可以出现在 Reels 那里。对啊，我以前是直接选那个不要出现在个人页面，但我后来就有一次我发了，我就发现我忘了点，就想说算了，就先放着。因为我后来就不太会去看我的页面，所以我会忘记，就是我忘记我放了很久，但是我想说也没差。有时候就是自己一直去看，然后自己很在意那个排版，然后就会变得有点绑手绑脚，但后面就是自己也懒得看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松一点，自己也没有纠结这么多的时候就很轻松。至少你不是三张排、啊、你说为了排版三张吗？我不是、欸、因为我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为了这个看起来差不多的东西发三篇文，然后内容还要打不一样，就觉得很好像为了发而发，而且就会觉得那个量有点太多，就是本来一篇文的量会乘以三，就会觉得那个发文的数量会变很多，不想要那个数量变很多。而且三篇，除非我真的这个有很多照片，我才会发三篇类似一样的东西，但就塞满10张，就是我不会想要发三张，然后里面只有一张的。以后又有三篇强迫症，对啊，凑不到三篇的时候又会很困扰这样。而且就会想要一次发三篇啊，不然的话就会卡在一个中间的地方，就很麻烦。希望每篇，我就是希望大家想要找这一篇的话，就只要找到这一篇就好了，不需要三篇都去找，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分散嘛，我自己也不记得这篇文写了什么的时候，就比如说我看了这篇文，就是大概知道我里面写了什么，但是有时候如果差不多的东西分成三篇，我就会忘记我那一篇是在干什么这样子。你也蛮后悔三篇的，但你那个蛮好看的，就是有连接的话，卡在3/2中间断片更焦虑，而且这样大家都可以猜得到说你下一篇文要发什么，就是应该是差不多的东西的。就大家感觉也会懒得留言，会看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看腻了，所以不想要三篇隔开，然后都是差不多的东西。为了排版都要拆开来发。那种排版偏宣传用，就是我们就觉得还好，但是大家那种泛拍版就觉得没差，
而且是有时候你就是想要 tag 他的话，你不可能只选封面，就是你可能想要每个人都有一个版这样子。嗯，东流，留言是重要的吗？我觉得留言姑且是重要的，就是可以让我确认一下我的粉丝是不是零，有没有还活着这样子。就是就是可能会想说其他人都去哪了这样的感觉。嗯，1801就没有这个问题。嗯，没留言的要打屁股。嗯，活着吧，都活着。按赞数比较重要吧，按赞数，我觉得按赞数跟留言应该要成正比啊，就是你总不可能按赞数，比如说3000，然后留言只有3个这样子，这样看起来不是很可怜，看起来太难过了吧？那我就会选择把留言关起来。发现没有人要留言之后，就不如直接关起来。嗯。只会按赞的你，有发生过吗？有发生过什么？所以你的按赞跟留言比例是基本上就是1000到2000，如果好的话就是会超过2000个赞，然后留言的话基本上是在40到50这样上下。嗯，没人留言所以关留言的。嗯，没有欸。所以以后要照3餐留言吗？不知道留什么言，但也没有勉强大家都要留言呢、啊。通常看其他艺人也都只有按赞，每50个人会留一个言。嗯，对啊，有时候都觉得大家特地停下来留言也是蛮好的。嗯。我的话就是我不会，所以我就觉得会停下来留言的粉丝很棒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不会，我自己会只按赞这样子。嗯，好可爱好漂之类的对你们有鼓励作用吗？没有。没有啊。嗯，但就是啊，有人留言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有时候发文嘛，还是因为按赞这种我不会跳通知，所以只有留言的时候会跳通知这样子，所以谁留言的是我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谁按赞了这件事我就是没有看。我没有在看谁有在按赞，但是谁有在留言就是他会跳出来这样，我觉得啊，大家有在留言这样子。嗯，为什么没有鼓励作用？就是很日常的感觉。用外国人的留言方式，我觉得可以不用。嗯，转发会看吗？转发好像不太会看到欸，转发除非你是转发然后 at 我，好像才会跳出来吧。有时候我不太懂那个 IG 的那个规则欸，就是大家 tag 我的账号在现实动态的时候，有时候它会出现在那个小盒子那边，就是说谁 tag 了你这样子，然后有时候不会，它有时候不会跳在那个小盒子里面，有时候它就会出现在那个通知的上面那个球球，但是那个就要点进去，然后要就是要按照它的顺序看，就是它不能选，所以我就是很犹豫要不要点进去。嗯，有些人会去删掉什么？删掉讯息吗？嗯，
通知那个球球是转发，但也有 take 吧？没有吗？标你的话会进小盒子，有时候我就以为标我的时候有进小盒子啊，但是我就发现没有啊。就是我点了那个球，然后点了，我想说，可是为什么没有跳进去那个小盒子？然后我还去小盒子里面找，但是真的没有，就不懂。偶尔他会这样子，乖乖。我的网络开始不稳，真的有四个。最近有时候没进小盒子，对，就是没有进去。那个球球会直接跳线洞，不会进小盒子。有时候 tag 是怕会造成你们的困扰，造成我们的困扰的话，我们自然就不会去看。就是有时候，就是本来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安吉是看时间上班。有意义的再 tag， 不然账号也会黑掉，怕造成困扰就别发。谢谢 CKUNK 的啾啾你哦。对，我觉得会 tag 人的，就是根本没在想会不会造成别人困扰，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去想造成别人困扰。对，有时候自己觉得造成别人困扰的时候，自己会知道吗？会感受到吧。不需要额外的担心。发文还会跑进小盒子，对 ，tag 的时候会跑进小盒子，会发现标不到人，为什么？但是通常他们是感受不到的。造成别人困扰的时候，就是会直接消失啊，会直接消失。那种时候就是会直接消失。有时候大家都会直接讲吧，就是看能不能暗示，但是有时候就是暗示的话，他们不一定有听到的时候，就会很困扰这样子。但基本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跟你们暗示说是最近啊，那个啊，怎么样啊，就是好像希望大家不要。怎么忽然不能 tag 你了？有些会听不懂吗？没有自觉的人怎么会被暗示到？对， add 的有点频繁， add 的有点频繁。我真的觉得是，比如说，就是你转发我的限动、我的 reels、我的贴文这种，就算你是废话，我也觉得没差，因为至少你是转发我的这样子。比如说你就是转发我的 reels， 然后你啥都没有写，就是只有那个的话，我都觉得蛮正常的、啊，蛮正常。奇怪，比较问号的就是那种，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张图上面，然后要 tag 我，然后我就会。很问号，就是为什么不能 tag 是被封锁了吗？应该是吧。夜天空也在乱 tag 的那种，有时候就是那个贴文的被 tag 的那个地方，也是有时候会出现那种不知道是外国人还是什么人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在某张照片上面，然后tag 很多成员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很问号，就是它里面那个就是怎么看都跟我无关，然后还有一些奇怪的人的账号这样 tag， 我就把它按那个删除标签。今天我出去玩哦，tag 一大堆成员。然后 tag 一堆成员，就是那种我就会直接删掉。不让他看不到你，就是我会直接删掉。但有时候
比如说大家不是会拍饭拍嘛，然后就会出大家会 tag 我嘛，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按点赞，然后大家就会有人来跟我说，就是我拿掉他的 tag 这样子。但我没有拿掉，我没有拿掉，我通常都是隐藏而已，我没有拿掉，又隐藏，走心。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就会拉掉这样子，拉掉。但我不会，他有那个选项啊，就是选择删除我这个名字的标签跟删除隐藏在我的页面上。我通常都会选择隐藏在我的页面上。居然能发现的，因为比如说你发了一张贴文，然后就会出现在我的 tag 那里面，然后我偶尔会进去收藏起来。我会整理那个 tag 的版面，我会去整理。就是我不会按删除。因为我删除的话，你如果回去看你的贴文，你就可以知道你没有标到我，那就代表是我把你移掉，就是这个感觉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都是直接按隐藏。有些成员的是要审才会放上去，有些是会之后再隐藏，我是会之后再隐藏。因为而且有时候是那种他的第一张照片就不是我，所以我会把它典藏掉，因为我就不想要大家在看我的就是被 tag 的那一区的时候会出现其他人，或是根本这张照片里面就是找不到我的影子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删掉，我就把它隐藏掉。我想说这样大家要看照片的时候比较方便，就是那种第一张照片不是我的，我就会把它换掉这样。要 tag 我请放第一张，现在会显示 tag 那张，对吧对吧，最近好像会显示，因为我发现点进去我想说不是第一张啊什么的。笔记，但现在会显示 tag 那一张，对对对，合照会那种比如说 Ripple 这种我就会很犹豫，就是 Ripple 这种通常大家封面就会选那种合照嘛，那种很大的合照，可是我就会留，因为我想说我要方便看 Ripple 的时候，这样比较好照。其他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会以我的人在的为主。那图片是漂的，我会留，看内容，如果内容跟我无关，我就会典藏。在想说根本没有写到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把它点藏。如果官方发的，如果第一张不是你的话也会隐藏，可是现在不是说现在他 tag 我的话他就会只出现在那个地方吗？精心挑选好看，我看完就能移掉了吧。有时候就想说可以留啊。反正一切都是看心情。网络不稳我还在网络不稳请问大家现在是怎么样？看完一次的还会再看吗？通常不会，但是我会很常回去滑，就是想到的时候就去滑一下。感觉我现在说完，大家都会跑去看自己有没有被移了。但我就觉得没什么那个的，没什么好。假如说是你发10张10张都被移掉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难过。发10张10张都就被删掉的话，我觉得你有资格难过。但如果你只是5张被移掉2张，我就觉得还好。人要坚强。该检讨一下。对，
就是应该是不会发生 这种事情吧，应该是不会发生，就是我发了30篇，然后30篇都他都不喜欢这样子，那就是有点对吧？一张就要走心了，一张就要走心的话，那在我这边可能待不久，那不适合在我这边，嗯，太容易走心。今天直播画面好，一张就一篇了吧？有啊，连在大明星小跟班留言都会想事，看就好。我看，嗯，又连了 WiFi， 又连回去 WiFi， 一直换来换去。嗯，有的人就是30篇都很糟糕，你直接晋升不退追已经不错了。而且我这边还没有觉得到超级无敌糟糕，就是基本上我只是觉得啊，就是差一点，这样那种真的是很丑的话，就是会全部都隐藏掉。嗯，刚刚跑去看，看好都还没有被移掉。嗯。有时候就是那个角度我觉得不行这样子。有看到是文字写的不行吗？没有耶，通常文字很难不行吧，通常文字很难不行吧，真的很不行的话基本上就是他根本没有在讲正常的话。嗯，现在去看大约就可以知道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其实没有到超级无敌严格啊，就有时候颜色也不一定是我的标准，就是真的是很迷，我的那个标准也是很迷。戒指明了，林一不喜欢那种照片，就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看。我算宽松的，我觉得我算宽松的，毕竟我没有什么左右脸之分，我只是有时候很在意那个眼睛明明没有张开，然后你们觉得我有张开的那种感觉。看的时候你觉得被撩，对对对，绿色女友都行了，超绿。嗯，我都会跟他讲说，嗯，我觉得可以再加油这样。就是哎，怎么会变成这样的？这个颜色怎么会这样？绿色女友又被拿出来编，绿色女友本人在这哦，在现场哦。嗯，感觉没有意识到哦。嗯，还好。嗯，在哦。嗯，希望有一天 IG 有提供其他表情符号。什么表情符号？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去说一下也是蛮好，毕竟有时候就很难嘛。很难讲到。嗯，给点建议，就是开个玩笑这样。好像有点太绿了这样子。好像有点衣服好像有点太绿了的。嗯，说一下就被说你心里想，如果真的有这种人的话，就是也太高高在上吧。嗯，可是你们之间说也不太好，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有的人说他就可以虚心接受。嗯，这是说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啊，但有时候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就是懂得就是接纳别人的谏言这样。
都会说老害都自己设规则，老害都很凶是事实啊，这么老害都蛮凶吧，不小心被说霸凌，我就觉得就是网络的世界，大家就是打字什么的还是有点艺术，就是有些人的那种表情符号，我就觉得就是很不友善，即使你可能没有那个想法，但我就觉得就是看起来收到这个讯息的人不会开心，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的这句话很有趣，但是在我眼里就是觉得嗯，就是不懂你在讲什么这样子，用月亮脸的都这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就是大家。有的人的句子即使他没有表情符号，但他看起来就特别的嘲讽，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讨厌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他这句话有一种很讨厌的气息这样。再上来就听到老外很凶，有时候留言不用太认真看了，我不知道耶，就是有时候就明明假如说这个人他打这个这串字的时候他也没有表情符号，但是换了一个人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为什么这句话看起来这么的讨厌这样子，可能人本身就很讨厌，也是蛮有可能，就是我已经有既定的印象了，是不是就觉得啊，感觉他是以这个感觉说出来这句话这样子。你翻好像才翻到绿色女友，去翻绿色女友干嘛？大家等一等，小弟会爆气。我这边会心里，我心里会很不爽，想说现在是什么样，怎么样？没温度的都会误解，一样的话不同人说看起来意思不同。对对对对对，先把 ID 遮掉再看一次。你说笑吗？小弟最不满意的是这个。你说汗颜吗？汗颜是蛮讨人厌，汗颜是蛮讨人厌。等于，只能我用，你们不能用。你喜欢那个表情吗？你说那个哭哭脸吗？我觉得在好的使用范围下，那个表情符号是可以的。我的有空格吗？我的有空格。不是此方的眼睛吗？就是你跟这个讲话的方式，我很不喜欢啊。每一句都加这个，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像这样。对，就是不知道你想要表达的意思。看看我讨厌的 emoji， 谢谢志豪的啾啾你哦，你要跟人家吵架都会用那个笑，说不定是心烦不知道。原本没很喜欢月亮脸，结果现在一直用。月亮脸看人，看人使用。月亮脸你只接受早可用。很多吧，应该说基本上讨厌的很多吧。哪种人很，但月亮我很少用欸。真的想，对，我还没想，现在还很多人用鼻子变长那个，现在觉得有些人就是要用月亮嘲讽他，月亮脸用黑色的就很嘲讽。
开始觉得月亮很奇怪。情歌专用，谢谢柯基宇的告白气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现在流行这个鼻子，月亮脸的表情看久很欠揍。现在也蛮多那个嘛，你说那个哭哭脸吗？哭哭脸我觉得还行啊，哭哭脸没有不行吧。有的人会让我每一次回他都用月亮脸融化。这不喜欢死都不用，但我蛮喜欢的说，我蛮喜欢那个表情符号的说，看看哦，这是晕船仔在用的，晕船仔的符号也蛮可爱的。你觉得这个跟这个哪个比较晕？这个比较晕，回这个比较晕。一边蛮喜欢的表情，你看不到，没有更新是吗？Yuna 那个表情很适合留言用。还有什么、啊？通常那个没有表情的，就是那种微笑。微笑的我都没有很喜欢，微笑的我都没有很喜欢。那个微笑，然后点点点点，这个我讨厌，我讨厌这个，吵架的时候可以用。现在有新晕船图，那个晃晃那个很可爱。这个呢是很可爱，那个可以啊，白眼就不行了，用白眼是找死找死。用白眼就是等我封锁你，谢谢。一般的笑现在都是嘲讽用。你都只用那个彩虹，彩虹就是安全牌啊，安全牌。就是无表情基本上都很讨人厌。那几个就是安定那几个，这也蛮讨厌，那个还行。很多人都会让你用上那个表情。都吧，我应该是要说那种差不多的，但是很少人用那种。那个为什么会被我讨厌？为什么？像这个呢？那个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吧。牛奶，对啊，为什么是牛奶？那是牛奶吧？那是白色的，那个是不是水吧？
怎么看都不是水吧？然后有时候也很讨厌这个，这个我有时候我现在很讨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emoji， 最近不是很喜欢。没有水这个符号，对啊，思考的。我最近没有很喜欢这个思考。那我觉得生气用哪个比较好？生气用哪个比较好？生气用哪个比较好？生气哦。生气就是白眼看起来很生气，白眼，但白眼看起来就很讨人厌。用大便好不好？大家生气的话用大便，屎，给你一坨屎这样，用大便。大家生气的话，用狗。不加符号最神奇，直播用大便很容易被封锁。这个嘞，这个嘞，这个通常出去跟人家生气的时候，人家 get 不到这个吧？还打表符就是不够气吧？所有的数字君都被封锁。不服气，对啊，真的。这个吗？这也蛮讨人厌，这也蛮讨人厌。谢好人的带你去流浪。那个超讨厌，那个就是无言的表情啊，无言的表情基本上每个都很讨厌。比较常用 emoji 还是英文字 emoji 吧 ，emoji 还是比较常用。那看到这个会觉得对方是在生气吗？你生气会用？我觉得国术用这个的话就是很讽刺，很嘲讽，因为你一点都不像是会用天使的人。你会用动物符号吗？我的话，我以前会用猴子，对，那个猴子，现在很少用耶。我以前会用猴子跟青蛙。我以前会用猴子跟青蛙，呱这样子，呱，对。在一句话后面莫名其妙加一个青蛙的，呱。青蛙是什么情况？情境就是想要加点什么，但不知道加什么的时候，想要加点什么，然后不知道要加什么的时候。没有，我就只是觉得想要的时候就加一下。觉得这句话看起来没有什么情趣的时候就加一下。示弱的时候就用伤，受伤没在用耶。谢微微的香槟。
就是要来点绿色。有一个蓝色的表服什么时候会用？蓝色的表服是什么？你说冷吗？那个很冷的吗？不会用那个。嗯，不会用那个。最常就是那个爱心跟那个闪亮，笑话太糟糕的时候，其他不太常用，但我蛮常用那个手势。再用这个爱心跟这个，然后我都不用黄色，我都用白色，都用白色，我都会把它切成白色的。这个吗？捂脸吗？我不会，不太会用捂脸。今天开始用白色。巧克力爱心，巧克力爱心看不太到。嗯，这种手势有了中指你就离不开了。我最近很常用的就是这几个吗？就应该会有脸颊爱心的表符了吧？会吗？看起来像蓝色神灯的表符。你说是神灯哦？神灯我有时候会拿出来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用那个神灯，但我就蛮喜欢用那个神灯。好像都会用这个，把它放大。怎么放大？不会用这个备忘录啊啊，这样子，嗯，这样已经是最大的。许愿的时候，怎么许愿的时候？你说这个是许愿的时候吗？许愿的时候不会用那个。还有什么？你用直播的主播留言功能打就好了。真的啊？有这种功能啊？主播留言在哪里啊？喜欢的，我看一下。留言，哦，发言。我都用这个，这个大家现在看得到吗？
第一个看不到，第一个是新的。还有用什么？看不到的要更新系统，对。还有什么？天使肤色为黑，这样子。继续更新。其他就是手势吧，手势就这个，太多手势了，我的常用全部都是手势。天使平常会用吗？不太会，偶尔。还有这个，哎呦，真的不见了，啊，不见了，啊啊。拳头是揍人吗？六是干嘛的？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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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发烧吧？生病的部分，感冒好用，我都是拿来干嘛的？没有意义，它没有什么意义啊。不觉得很好用吗？我觉得很好用啊。根本万用，这可以到处用啊。要怎么样？该宣扬感冒发烧了，嗨起来呀、啊！对不上吗？我觉得它什么都可以用哎、欸。什么都可以用吧。什么都可以，对啊，什么都可以用啊。饿了，怎么样都可以，对啊。你又没买生鞋，什么都可以，真的发烧什么都可以用。看到了没走了，我觉得国术不适合，不适合用这个。嗯，国术好不适合这个符号，禁止你使用。你好不适合，你回去用你的符号了。
很像抽烟，有吗？有像吗？怎么你觉得嘲讽？你自己觉得嘲讽，你打出来的字就是很嘲讽。谢法兰森啾啾你哦，基本上我的表情符号都是好的，都是好的时候会拿出来用。不想聊天的时候就会不用表情。都是无害，对，无害。哎呀，对。生气是什么事都不加吗？生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会用什么？生气的时候就是用那些没有表情的吧，但我不太会用，因为用了它就会出现在那个常用的里面。快生日前会加吧，生气了就不加。快生日前呢？不太会，好像不太会。融化，融化。被冒犯的颜文字，被冒犯的颜文字就这个，这好讨厌哦，这也很讨厌，这都很讨厌，这全部都很讨厌。这整排都很讨厌，这整排都很讨厌。这个也很讨厌，这也很讨厌。不喜欢笑脸，不喜欢他的笑脸。他脸那么衰，你还是讨厌他？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笑脸。太小，超小。这是输入我的输入法里面有的符号。
刚才。其他时候都是用这种表情符号。谢谢黑杰克的啾啾你哦，我的 W 怎么这么奔放，很奔放吧？我的草好奇怪。飘萍会扣浪花吗？不知道哎、欸，应该不会吧。书写体的英文怎么打？我就说我这是就是我的输入法。那个 W 也太大了吧。我是用那个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城市啊？这是什么城市？这是西美籍，西美籍是什么？很多神奇的，也是要安装才有，安装才有。它有很多奇怪的东西。不是 iOS 那一家，对，就你可以打，比如说你打生气 ，OK， 它就会有自动跳出来的这种，帮你做好，它就直接帮你做好。卡西，它就会出现卡西。卡纳西，哦哥，喷斯哥，学日文的，因为它是日文的输入法，日文输入法，那你可以不要用日文的。哇酷哇酷。很凶，一生气就拿刀。他有那种超大、超长串的东西啊，我这边感觉是放不了。他有那种超长串。看到感觉很饿，我记得他有那种很奇怪的，
现在感觉没有哎，找不到。哦，它有这种东西，这种我可以按吗？不行，这种不能用。我不能放图片了，这么难过。还有不能用，对。我以为我也可以放那个图片，但发现不行。但发现不行啊，有这个神奇的东西。可是这个可以放吗？啊，超过了，字数超过，会员才能。会员才可以有，会员才可以有。是什么？罐头，好多罐头。怎么有这种证据的？公告出来，公告出来。ちょっと人生という道に迷いまして。電車から降りられませんでした。他这个叫做借口，这边是借口。中二病という重い病気にかかったので休みます。最好是能拿来用。巨人が進撃してきたので巨人的借口。这种借口会被吐槽吗？它就有很多神奇的东西。太多了，居然有震惊的理由，还是有吧？认真选的话，认真选的话还是有吧。一堆什么禁语，
擅长哎。忽然发现新大陆，但感觉要找的话会那个找很久，找很久，一路很久。有借口辞退你，写上自己的啾啾你哦。以后跟别人说话可以用，不会日文的时候就直接拿起来用。谢谢，谢谢丁马的啾啾你哦，谢谢文森的戳戳你。用这个说法会变成真正的懒人。看到借口就丢出去，还以为完美，随便选一个，看运气，看运气，随便选一个。谢微微的香槟，香槟。谢志豪的猪猪牛。日文文盲，地铁塞车这种破理由，玩这个到跨日太累了吧，太累了吧，而且手机快要没电，希望它可以撑到九点。待十二分钟，让你选择性别、年龄，感觉好微妙。为什么？你可以随便乱打。谢啾啾你哦，怎么念呢、啊？杰，是吗？那个字怎么念、啊？吉。不会念就读编。嗯。四月别的上衣、短袖或是无袖是自己选的吗？因为我跟刘晓晴跟林依云是特点，拍同一个特点。他们说他们没办法穿无袖的，所以就变成我穿无袖。所以我就说，好哦，这样子。杰。不喜欢露手臂，吉叶念快点，杰，好像是简胜的，应该是我本来选穿这个吧，然后后来他们穿别的，然后他们就说穿起来不好看这样子，他说只有你能穿，然后就说好，那我穿，嗯。手臂肉吗？可能吧。他说，可能我比较瘦，比较适合。没想到我是被支配的，好像是说那个比较少吧，短袖比较少还是什么？是谁还专挑无袖的？就是换来换去，衣服换来换去这样。明天用这张好吗？什么东西？不好。
袖感觉跟外衣不太搭配，会吗？谢好人的带你去流浪。肩膀线条，我的肩膀算宽的，肩膀很宽，肩膀很宽，往后就会看起来比较小，我肩膀很宽。我的肩膀很宽，我是那个什么，肩大于我的，大于我的骨盆，我的肩膀应该比我的骨盆还宽，倒三角形不是这样。窄的，然后下半身比较梨形哦，梨形就是下半身比较。电池红色了，电池红色啦。看得出来不知道哎，不知道哎。昨天 Rose 的背景光是 IG 那间，还是我房间有色用色光？我房间没有用色光，我是用那个荧幕的颜色，荧幕的颜色跟键盘的那个颜色。我开了键盘的灯跟那个荧幕，把它放那个有颜色的画面，就会有那个光这样子。谢谢黑杰克的香槟。你们是开什么图？那种爱心啊，爱心图，它会这样一直有那个图。我如果长肉，我会先长哪里？脸，脸先吧。这边，觉得我最近脸好像又变圆，我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一的香槟，去买一单公园。对啊，蛮像第一集的。我就想说，这个紫色的灯还蛮像的。下半身真的是运动裤跟拖鞋。什么下半身？谢谢小一的香槟。你以为先长小鸡，长小腿鸡，小腿鸡，小腿鸡是肌肉，不是胖。胖的时候是脂肪，脂肪不会先长在小腿鸡。哪里远了？我就觉得最近好像。这边好像又出来了。洛宇装的下半身，对，我没有穿下半身，我只套了上面，所以我没有拍什么全身。谢谢维文香槟，我没有拍全身，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房间。不适合拍就是全身，就是像我拍那个什么61单那个的话，我是觉得因为就是看起来整体是适合的，但是如果是穿那一套要拍全身的话，就觉得我的房间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要拍全身，所以就没有穿下半身。因为说还好你留下来，我原本是想说就给他，因为我想说应该不会再用到。你可以拎着若离装去练武士牌，没有这么勤劳，我没有这么勤劳，没有这么勤劳。
效率也是蛮高的。我们本来就想说可以拍啊，你很希望让那间衣占衣柜空间，我就说我没有放衣柜，我就是放在客厅，他放在客厅的某个角落，就是沙发的边边这样子。然后我在客厅就是滑那个平板，然后想说要不要拍，但是就是想说今天有化妆，有什么弄刘海，就想说要不要拍，然后就想说那要穿什么拍，我想说那穿生日会那个吗还是什么，然后就看到旁边有那个洛丽的衣服，我想说哎，这个好像蛮方便的，因为拿生日会的那个衣服出来就是很大费周章，因为它就是整个收好，然后就是收好就是很难拿出来，就拿出来就要整套都拿出来，就觉得很麻烦，然后就看到他在旁边，然后想说然后我就这样打开，就发现上衣的就只有这样一小袋，就上衣就拿出来，想说哎，好像蛮方便的，我就直接拿了上衣，套了上衣，然后套了那个吊带就好了，就是下半身我也没有换。嗯，布这个局布了这么久，真的太蓬。生日会的衣服在家里就是我收好了，但是它就是很大一个，然后什么塑胶套也套起来了，那个布的袋子也套起来了，然后整个都套起来，然后就挂在里面，就挂好好的，然后就什么配件什么就很多很麻烦，我想说不想拿出来。那请问是不是下面是睡裤拖鞋？是短裤跟拖鞋。寄过来的状态吗？就是放回去它原本的状态啊。然后就是它光衣架就挂了三个衣架，就是整个很麻烦，真的很麻烦。然后因为洛里那个我是收在一个塑胶袋，然后裙子是收一袋，然后衣服上半身是收一袋，所以它就是一大袋里面就有裙子跟上衣，然后就拿了上半身出来，裙子就收回去这样子。嗯。三个衣架，因为它是分开来放，然后那个裙子很重，裙子是额外放，裤子一个衣架，裙子一个衣架，然后上衣衣架，然后那个背心也是一个衣架。嗯，那也不知道送洗还是洗衣机就可以，应该就是要送洗吧，那洗衣机。洗感觉很危险。嗯，感觉下次拿出来就是明年生日会，大家明年生日会还愿意看到一样的衣服吗？嗯，我现在念牌，因为怕它等下关机。第十名是文森跟丁毛，谢谢文森跟丁毛。第九名是小易，谢谢小易。第八名是维维，谢谢维维。第七名是法兰森，谢谢法兰森。第六名是志豪，谢谢志豪。第五名是柯基宇，谢谢柯基宇。第四名是好人，谢谢好人。第三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二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一名是十一，谢谢十一，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剩5%，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手机也辛苦了，手机辛苦了。现在都抢票，大家记得抢票。现在同一个时间吗？嗯，忘记了。应该是不同时间，应该是礼拜二，下礼拜应该是礼拜二，礼拜二跟五吧，还是四？五或四，还没想好。嗯，拜拜，没电啦，拜拜，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